此必是公孙瓒军战败，我当速往救之。 姓名？我乃常山赵子龙也。不想公孙瓒麾下竟有如此猛将，一时生他不得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先撤为上。 多谢少年壮士相助，不知是何处人士，为何来此？我乃常山真定人士，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，今应乡里父老举荐，欲往投公孙瓒将军，至此处恰逢两军交战，故来相助。好，子龙且与我回营整顿军马，再做他计。谨遵将军之命。 便是我军大营，壮士可随我入营一叙。此番多亏子龙相助，今子龙投我麾下，大善，大善！我公孙瓒又得一员猛将，袁绍只是自袁绍谋夺冀州。 其治下郡县多作归附，常山国际已归属袁绍，不知子龙何以舍袁而归我？莫非子今天下汹汹，群雄并起，云居山野僻乡，未知属事。只是云在乡里时，常知百姓苦难深重。
又久闻将军与刘伯安使君治理幽州，民心向之，故欲从仁政之所在。好啊，好个从仁政之所在，少年壮志，不同凡响。报，主公，南门外援军人众，攻势甚急。不想援军攻势如此之快，闲话少叙，此番还需子龙助我南门退敌。道路狭窄，敌军一突攻势，实难冲杀而出。不如，有敌军。将军，南门外援军多设鹿角，层层围困，恐难正面突围，可还有其他路径出营？东面临山倒是有一条小道，大军难以施展，却可通往山外平原。好，既有小道，云愿从小道而出，击其后路。将军则率众正面击之，两面夹攻，或可解燃眉之急。善，子龙妙计，可速行之。非常真虎将也。
子龙既然如此勇猛，刚好有用武之时。我军方才与援军交战失利，撤退仓促，未及收拢军事，伤有主切。我军有一小将，唤作阿贵，不知陷于何处，还需子龙仔细将之寻回，务必护其周全。赵云得令，云必寻阿贵将军回来。 奉公孙将军之命前来营救诸位，不知阿贵将军与我等失散，不在此间。既如此，诸位可速归后军，云次去寻阿贵将军，告辞。若是且慢，我等愿与军同去寻阿贵将军。敌军势大，观其阵型严整，恐怕恶战难免，此行或九死一生。诸位不必跟从。 诸君忠义，云石敬佩。既如此，请诸位随我冲锋。